郑乃馨，你干嘛那么说？嗓门大哥了不起了吗？哇！哈喽，哈喽，哇！坐坐坐坐，我可以坐这边。OK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老熟人了。他们就是让我。 选人被选，然后就很尴尬，怎么办？被拒绝怎么办啊？我习惯了，就是我真的习惯了。老人已经习惯了，我习惯了，这是第一次有人选我。也不是选，他们是先聊天，先聊天。谢谢你找我来聊天，谢谢。那我们，拜拜。再见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谢谢。算了，是妮妮，她在骨子里穿成这样子，好抢眼哦。不在，在那里？我想找刘宇，因为我觉得。 拍戏你要跟你更熟悉的人更好，对，不熟的话那就很尴尬，戏也怕搭不上，知道他在这，但是找不到他了，真好啊。 哎呀，你看他们都是两个人，我的船上就一个人，错过了。你看，他们没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你好，谢谢，你很漂亮，你好美呀，谢谢谢谢。哇，花船，哎，我也想坐哎，在哪里呀？你从那边过来嘛？哦。 遇到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撞船了撞船了！啊！找到了！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就是在找你啊！你在找我吗？对。我以为没有人来找我，真的。哇！啊，开心！谢谢谢谢，哎，但我没有办法上你的船。 要不我们去码头那边会合，我带你玩这儿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哇，你不用再去送别人了，刘宇。哈喽，哈喽，终于。送给你，送给你。啊，我买的。可以，谢谢。好感动啊！天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来找我啊。 当时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奈奈是这么多期以来第一个主动选择我的人。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？因为我跟你最熟了吧？哇，可以，这个理由是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我一定好好努力啊！放心，放心，放心，一起努力吧。嗯，我有看到那边有很好看的汉服店，你想不想试一下？可以，可以。我觉得，好，你是很专业的。没有，我不专业，走走走，走。 帅帅帅！他适合古装。哇！哎呦，好漂亮啊！美美美！走，出去玩一下。喂。你知道扇扇子怎么样要好看一点吗？ 就是他的手腕怎么样发力啊？就是他要这样扇。啊，这样。对。啊，这样。女生扇这个怎么扇？还不一样，这两个扇的不一样，一般都是。这样扇。美丽的。这样扇，对。哦，这样扇。哎，对，你看一下就有神韵了。可以。汉服都好好看，谁说都很美啊。对我来说也是新的体验。 穿汉服，喝咖啡。哎呀！哎呦！
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遗憾的事情？哇，自己哈。嗯。关系吧，跟家人啊，跟朋友呀、啊，我有时候就是，啊，没有好好告别，哦，然后就再也见不到了。你知道，好多人觉得我的遗憾是，我没有坚持上我考上的一所大学。别人觉得我是放弃了舞蹈，但完全错了。舞蹈肯定是我这一辈子都在坚持的东西。哦哦，这也不是遗憾。对，而我的人生因为我的一些决定可能会变得很不一样，但这个不一样往往就是我选择的道理。我为什么要换这个选择？因为它会让我人生变得更加精彩。嗯啊，我们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话语叫意难平。嗯，《苍兰诀》里面有一个男生叫长恒仙君，嗯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兰花，嗯，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两个是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结局的。嗯，所以可不可以邀请你一起来把这个《苍兰诀》的这个剧本创意的改编一下，让它成为一个全新的感觉？可以。很开心和内内这次能够搭档成功，也很期待我和他能够在拍摄过程中碰撞出不一样的精彩和默契。我的在这了，来这也是为了尝试自己，尝试新的东西，为了挑战嘛。嗯、好吧，鲤鱼，我希望，但是我希望你多多教我。哇，看到没有？这可是我第一次拼对哦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走了，耶，我们去研习剧本喽，再见，再见。长恒仙君的主命线是断了，马上就会形成出面，不行，我要改掉他。扰乱他人命运者会遭到天谴。长恒仙君，不好了。我已经什么都知道了，相信我，已经没事了。刘宇扮相，刘宇的古装好，可以，古装真的是绝哦。嗯，现在脸上了，太好了，长恒仙君，你没事就好。对，你又保护了我一次。又。500年前，我身受重伤。是你发现照顾了我，还说要一直保护我。我什么都不记得。我给你讲个故事。刘宇一到古装，他台词节奏的特别好，气质上的东西，对吧？有一位小仙子，她看上去很柔弱，却是这三界当中最勇敢、最爱苍生的小仙子。他为了保护他喜欢的人，为了不让他形神俱灭，修改了他的命簿，导致两人错过。后来他喜欢的那个人游历四方，在无尽的幻境当中知道了这一切，耗尽了法力，无数次的想回来阻止他修改命簿，无数次的都失败了。那他后来成功了没有？成功了，就在今天此刻。那个仙子是我吗？你就是未来的长恒仙君。
你的肿瘤现在还是断的。你刚才是对我施了障眼法吗？为什么要阻止我改命簿？不要再为我背负什么了。我是想让你平安无事。我游历四方才懂得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我曾无数次的后悔，为什么当初要抹掉你的记忆。我宁愿形神俱灭，也想保留我们片刻的姻缘。小兰花，我们本该在一起的。可我不想失去你，我努力改命簿，只是为了等你回来。都是我的错，没能好好保护好你，让我们一次一次次的错过。小兰花，我一直想和你去云梦泽看看，有机会的话你替我去吧。真的小兰花，我希望你永远是快乐单纯的小兰花。对我来说挺难的，台词都是不熟，嗯，对，然后跟他演就是对他有点难，因为他就是理解，对，他要听我，听完了之后就要坚持一些不笑的那种。你上哪辆？我随便，我坐后面的最舒服的。那我选那辆红色的。会啊，慢点啊。好了。好酷哦！过来过来过来。哇，这车好啊。星座最舒服的一辆车，刘宇，刘宇，我觉得刘宇就可以，有可能是因为很跟他也熟了吧，对。我给你拍照。OK。什么呀？看懂吗？看不懂。开。
演唱会。哇，那已经实现了呀。没有，还没有到。如果我没有开之前，它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。哦，那我也要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什么呀？没有什么愿望了，已经好。对于我来讲，内内是一个非常有个性、完全有反差感的一位演员。就像我一开始，我没有跟你接触很多的时候，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嗨很嗨的人。嗨吗？对，嗨的不行。嗨的不行。对，然后接触才了解到，其实你不是那种的嗨。对。我是工作的。是工作嗨，工作嗨，音乐嗨，对，工作嗨，音乐嗨，生活还挺安静的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你很果断。果断什么？就是做决定的很快速。嗯嗯。就比如说今天上车的时候，就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但是你就会直接说。直接去。对。你上哪辆？我随便，我坐后面的最舒服的。那去啊。我又想什么呀？妹妹好甜。喂，太不完了。哇，太帅，美美美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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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发光，两个人在发光。我观察的人是叫吕宇。他是很厉害的人，跳舞也很厉害呀、啊，是一个很幽默的人。对，对。他有时候一累就喜欢找一个地方坐下来。还有一个特点是他和我一样拍照都特别好看，所以我观察这个人是捏捏郑乃馨。就是今天就想对一个人说，我今天听说你的梦想，就是你说，我的愿望是。开演唱会，希望你就是可以实现这个梦想，肯定会有特别多的人爱你。然后我是想让大家知道，就是林宇是一个特别好的人，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，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点。有看到，谢谢谢谢。然后刚刚你问就是我会跟你搭档吗？你愿意我就好的。哇，谢谢。哇，可爱。我自己非常喜欢下雪天，不知道你是。我也是。是不是喜欢那种就是比较偏东方吗？东北方，就是下雪很晒得很厚那种。不会湿湿的雪。不会是湿的雪，对，干干的。那个可以玩，对，可以玩，对。这里好好看哈、啊！哇，这好好看！今天天气也不热，然后还有这个仙气。等一下，什么？你先站着别动。嗯，我可以别动。我去拿个东西。好，拿什么东西？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嗯哼，等着。刘宇会给他什么惊喜呢？奶奶，哇哇，下雪了！
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哇哇，好漂亮。这个惊喜很浪漫啊，很美。哦，他说他喜欢雪，他送给他一场雪。他也知道我喜欢雪，在泰国没有雪吗？如果在这里，冬天的话，应该会很更好看。